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同事们，我们的一鸣惊人派对马上就要开始了。那按照惯例呢，现在是我们的心愿读取时刻，请各位同事前往我们的心愿角吧。看看，我来看一下。来跟你们都讲一下啊，如果呢你是第一个看的，你呢就需要把背面的这个图层给它刮开啊，就代表你看过了。但如果你不是第一个看的，你呢就需要贴一个发发贴纸啊，就是代表你看过了。对啊，那我看见发贴纸了。啊，这我怎么帮他实现呀？方便说爱你永不变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帮他实现？不用实现了，放回去。这是愿望吗？这不是愿望，这孩子没读题，你知道吗？我看看一头呢，我看一下总裁的。你字儿写的真小。用红烧肉摆出爱我的形状。雪晴的，染一头粉色头发，你的心愿吗？真的？这我可以帮你。真的吗？得漂。带你去发廊就好了呀。谢谢，我请客。可以，那也行，姐，那也行呀。是谁的？雨琦写的是啥？雨琦给一一公司的所有员工再开一年的免费芒果会员。哦，可以可以。我看看上部长的心愿卡是：直播部早日度过难关。前台。前台莹莹的愿望。多给自己充充电。莹莹说想给自己充充电。莹莹绝对是个电动的，我要看减三连的，减三连是长命百岁，我看了，我整个弄的好心酸。粉哥的是啥？哼，我就知道，他要当新总监是吧？祝你上位，粉哥。尊敬的各位领导，亲爱的各位同事们，我们的一鸣惊人派对马上就要开始啦，请大家现场集合。来了，你呀，哦，莹莹都来了，莹莹都来了。那接下来，我宣布一一一一公司月度一鸣惊人派对正式开始。首先，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惊喜小嘉宾墨宝为大家带来开场舞表演。墨宝 ，show time！ 是谁的孩子？谢可爱帅气的墨宝直接点燃了现场。接下来，让我们隆重有请公司总裁博斯为大家致辞。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三月的一鸣惊人即将为大家揭晓。熟悉我的都知道，我对赚钱没有什么兴趣，赚钱只是一种结果。啊哟，是，当然没兴趣，我一个月2800。但是，今天的一鸣惊人恰恰来自于成天想着为公司赚钱的商务部。有请商务部的候选精英们登台。商务部的同仁们，在，起步，走，一二一，一二一二一，立定，一二，我中气好足啊！商务部在，棒，棒，哇，棒棒。那一鸣惊人会是谁呢？
他就是啥也不会，只会拿第一的商务部的校黄册。校黄册，恭喜！哇！恭喜啊！谢谢谢谢，后生可畏。谢谢部长，谢谢部长，大家也要努力。我觉得我能拿到这个奖项呢，一定离不开我们部长的悉心栽培和英明的领导。实话实说，这次项目能够中标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意外的。最开始吧，只是我的灵光一现，只有一点小小的雏形。但是呢，在我自己不断的完善和努力和进化之下，终于还是为公司孵化了一个大爆款。努力是一定会被看见的。谢谢，好，谢谢。请商务部的同事们派发饮料。哇，谢谢，谢谢。这茶，你这什么？都有了吗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恭喜恭喜恭喜，小黄车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举杯，祝111一鸣惊人，一鸣一跃一鸣惊人。哇！哇！这么苦啊！好苦！这么苦！好苦！好难喝。啊，怎么那么苦啊？怎么是苦的？今天不是以前咱们一直订这个呀，没有这么苦啊。这也太苦了，之前也不这这补这个味。你们有谁不舒服吗？等一下等一下，都有反应。教练来了！教练来了！啥？教练来了！教练来了！教练来了！哎，哎，都别动，快蹲下！有人来采蘑菇了！蝴蝶，蝴蝶，蝴蝶！小兔子乖乖吧！别吓我！别吓我！啊！别吓我！我站在，别吓我！别吓我！我知道公司的一个大秘密。蝴蝶，中毒了！中毒了！中毒了！哦，是这个幻想。蝴蝶，我知道公司的一个大秘密。不是，你干啥呢？我知道公司的一个大秘密。我知道公司的一个大秘密。大秘密？啥秘密啊？啥呀？我知道公司的一个大秘密。不是，哎，动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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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动着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还有人吐啊！妮妮，你是吐了吗？好苦啊！我知道公司的大秘密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怎么了？哎，小黄车，小黄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黄车，怎么了？哎，小黄车，小黄车，小黄车，那咋了？